6号开始是台南空气洁净日的第一天，我们出发。市长讲，你不是第一名市长，你是欺骗市民的市长。因为咱咧管理这个城市，还有一个都市的计划，像茂城相关的，因看因讲过来区的污染已经就足严重，即摆要再来污染台南区，咱今日要要求台南市政府的空污基金来对外公开。伊今仔日讲有邀集民团参与空污防治委员会，啊，不过到今仔日为止，咱阁也毋知伊邀请是甚物款的人，所以咱今仔日要要求台南市政府对台南爱成立一个像嘉义市化局处，会当邀集各级民团这个代表参加的空污防治委员会，所以我们要台南市怎么样空污真相，我们要。让台南市的各级学校的空气立即要用美国严格的 AQI 标准，但是八条河在宜兰啊，有八座工业区了，八座工业区，都多好，你知无？八条都多好。啊，这工业区内底，河顺港区、中头港区、安平港区，以及这个中南港区，都无污水处理。啊，咱较早无咧想讲，无想这个问题。从咱有一天发现讲，啊，向西啊，咱安公哦，咱上地当地下的这条水准，啊，比臭不干的时阵，已经袂。十月当前，阮阿咧过这条水准，希望讲伊会当早前疫情期的时阵，嘛无想着讲，空气污染遐严重。啊，咱讲的 PM 是嘛，全国72个测站内底吼，伊是排名第七。你怎啊发现讲安尼啊？越南啊，咱住的吼，咱到咱所住的所在，空气污染这么严重，而且吼，闻见物件，咱闻有哪闻袂着，闹一个臭味，你哪闻会着？你若是吼，成功就紧倒转来吼，这个话讲袂出来。你若成功就安那，慢慢倒转来，因为咱这是安那污染区，整个台江地区有八座工业区，但是呢。在我们台江有一个令人骄傲的台江国家公园，在东边有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，所以我就有点混乱了。我到底是住在台江国家公园，我住在国家公园、国家博物馆的旁边呢，还是我是住在什么工业带里面？去年高雄刚发生81气爆事件，其实大家都还记忆犹新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大力发展石化产业之下，其实这些石化产业它70%都是做外销，那甚至半数以上都是销往中国，所以我们台湾野人就像是一个中国的离岛加工区一样。可是这些呢，厂商赚的饱饱饱，可是我们人民的健康安全呢，就完全会被牺牲。那更甚至是关于像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空污议题一样，我们的劳工权被剥削，我们的健康权被剥削，我们的呼吸权也被剥削，所以我们严正要求，希望我们的政府应该拿出我们的魄力，取消对于石化业的租税补贴，还有相关的奖励优惠。那取而代之的呢，就是应该要有全盘的区域规划，全盘的产业规划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样的产业转型也可以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。那我们其实，在推动环境运动的同时，绝对不是站在劳工的对立面，我们也希望要保障这些劳工的基本权利，无论是工作权或工作的环境，他们的呼吸权。
况，像我们的赖市长最近也提出了一个开放政府的口号，我们都希望这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，包含像前一阵子那个南铁的都委会，我们都看到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多数暴力，或者是甚至委员会都流于只是一个橡皮图章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响应这次游行的诉求，也就是要有一个跨局处，然后呢结合民间团体的一个公务防治委员会，广邀社会大众一起来做讨论，然后让市民可以获得最正确的资讯，包含像这一次我们的诉求嘛，我们也希望说要采用美国的 AQI 标准，也就是每立方公尺呢十二微克这样的一个标准，然后来做我们公务品质期的一个表现。我们下午2:30，我们的这个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，在2:30的时候呢，会去包围台塑六轻厂哈，因为台塑六轻厂呢是我们台湾呢工业排放最大污染源哈，所以我们今天6月6号的大游行是全台湾反空污的第一天，而这一天就是要决心要让我们的台湾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更好哈。接下来，公务防护自救会跟绿党，还有在座的像荒野亲子共学团，我们的树党，还有呢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成员我们要继续的监督我们台南市政府哈，因为我们的议会是空转的哈，是空转的哈。那我们的台南市长哈是美化的哦，美化的哈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让台南市真正的环境的品质